大家好，朱哥，上次帮大家试驾的 MG4 X Power 那个435匹的动力真的很惊人呐、啊，118.9万。所以今天来帮大家再做试驾 MG4 里面的 EV 旗舰版。但是呢，99.9万以及118.9万这个价格在台湾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台的 EV 旗舰版204匹的版本呢，属于英国当地的 MG4 Trophy 里面的 Long Range 版本，在英国当地售价是折合台币135.9万，而至于 X Power 呢，在英国当地的则是152.7万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比起的欧洲呢，当然台湾的价格相对合理，因为国产车嘛。尤其在 MG4 呢以99.9万当作起跳售价发售之后呢，隔壁捧了纳智捷 N7， 好、哦，已经原本就已经没有的99.9万，现在重新复活了。不知道两个是不是兄弟相争，这各自比价、啊。不过今天呢，帮大家来试驾这台的 EV 旗舰版，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这台99.9万，它比起118.9万，价差19万，到底值不值得？你是要直上 S Power 呢，还是入手这台 EV 旗舰版呢？带你来看喽。S Power 以及 EV 旗舰版同样都有白黑灰基本配色，但是这个非常耀眼的巴黎城宛如蓝宝坚尼的配色，正是 EV 旗舰版专属了。同样是 Bridgestone T005 EV 电动车的配胎，尺寸也一样，不过它的铝圈造型，这是个塑胶盖，减低风阻，跟特斯拉非常类似。它不像呢 S Power 一样呢，有个18寸的花瓣造型，而且它里面也没有所谓的橘色卡钳罩喽。X Power 以及 EV 旗舰版呢，它椅子的剪裁造型完全一样，包覆性的相同，但是呢，它并不是麂皮的。但我觉得这个布质的材料，它防滑效果跟麂皮一样好。EV 旗舰版呢，它也没有银河曜黑套件，旁边这里呢，虽然造型完全一样，但花纹配色完全不同，这里是类卡泵。台湾版本 X Power 后面有多了一个 AWD 的字样，验明正身，但是 EV 旗舰版它并没有。EV 旗舰版除了没有 X Power 里面专属的加粗的防倾杆之外，同时它也没有 XDS 的弯道控制系统，它也没有 Launch Control。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呢，到底有哪些配备呢？是 MG4 EV 旗舰版跟 X Power 一样同等级没被偷料的。首先是它灵动之眼的 LED 的头灯组，包含上面这个非常漂亮一横一横的日行灯，非常的特别。只不过呢，它并没有矩阵式的自动远近光的功能。前期版 AGS 的主动进气的功能，这个部分也有。打开之后呢，可以帮助里面的电池还有电机散热。包含了曜黑的后视镜，还有曜黑的车顶，这个凸透式的车型设计呢，一样全部都有。还有这个非常特别的 3D 镂空式的尾翼，而且呢，它是真的有空滤效果，能够的导流，让这个气流呢通过后面的挡风玻璃，减少它后面的乱流。车尾包含它一体贯穿式的尾灯，还有包含了上方这个天鹅座的图腾，晚上会发亮的，这部分也是标配。它电池部分同样是64度电，而且一样有 V2L 的功能。前座配备了跟 X Power 呢几乎是一模一样，除了稍早帮你讲过这个椅子的它的材质差别之外，举凡是呢它的方向盘、皮质包覆，还有包含了钢琴烤漆的饰板、上下平板，还有双幅式的设计，全都一样。还有包含了这个 ICA 一键启闭智慧车震的穿梭系统，旁边这里呢则是选单。前方这个7寸的数位仪表板呢，跟 X Power 一样的是3分割，包含中间的车速，还有速线牌指示，旁边这里呢车型距离，还有多媒体，以及呢跟车的动画，全部都是一样的。而且不因为它是 EV 旗舰版的就把这个手机无线充电板给偷掉，它还是有的。而且旁边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小洞，好、哦，让你能够呢把线穿出来，不至于线呢到处乱甩。但如果它的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能够有无线的，那就更棒了。因为躺式电池设计，所以呢整个座高够低，因为电池没有那么厚。方向盘的支援了4项的手动可调，前座驾驶座呢则是6项的电动调整，而且它有电热功能，方向盘也有电动功能，但是呢副驾驶座全手动的。EV 旗舰版后座乘坐感觉呢跟 X Power 非常类似，头顶呢有一个拳头，又一个指头左右，膝部空间只有一个拳头，两个拳头，很宽哎。它的底板呢非常的平整，鞍部不算高，而且呢它电池只有11公分的厚度，所以呢整个坐起来不会让坐板凳的感觉。而且前面的椅背这里还有两个类似牛仔裤口袋的东西，下面这个书包袋也是皮质包覆的，还不错。 MG4 标准置物空间呢来到了363公升，只要把这个底板拿起来，两边小诀窍往内折，往下陷，争取额外的9公分的落差之后呢，可以一口气呢扩充到了440公升，后面64分离放倒之后呢，更可以一口气呢达到了1165公升的置物容积。
MG4 呢，这个充电的外门呢，它是呢按压式的，是手动的。不过里面呢，它的防水塞是只有下面这个地方有的。整体来讲，它是 CCS1 以及 J1772 的慢充哦。旁边这四个灯光会根据你不同的充电放电的来进行显示，还蛮漂亮的。至于呢，它的充电的功率部分呢，它最大的功率呢是135千瓦，只要这样子充电五分钟，可以行驶100公里。充电的10%呢到80%呢，则是约30分钟。它可以造就它的 NEDC 呢567公里的续航里程，重点在于呢，它还有 V2L 的功能。但是很可惜呢，你买新车之后呢，它并没有附上这个 V2L 的外供的电线哦。选配价格呢，则是6000元。外供电1500瓦的概念就是呢，你一般的小型家电呢都还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呢是一口气呢装上了咖啡炉、装上了微波炉，还有装上了吹风机，三个一起用的话呢，可能1500瓦就不太够了。但原则来说呢，只要花6000的选配价呢，买这个 V2L 的电线，这台 MG4 就算旗舰版，它64度电一样可以变成超大型的行动电。至于呢，它360度的环境影像部分呢，打入倒档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了，其中呢包含了前后左右呢四个镜位。不过呢，它这个镜头的部分呢，鱼眼效果比较严重一点，再加上它的解析度，我个人觉得呢是尚可接受。但至少这个部分呢，不管是这台 EV 旗舰版还是顶贵 S Power 的，全部都有。这个360度环境呢，如果你是买纳智捷的 N7， 要最顶贵的才有哦。算是成像还蛮清楚了，而且你呢能够设定。包含了它的停车导引线呢，你是要呢完全关闭，或者只要动态，或者是要静态，或者是要静态加动态。其中呢还有一个很方便的是，当你低速开启方向灯的时候呢，你连前进都可以使用360度的环境。比如说现在我们打进了低档之后呢，你只要打方向灯，它就会直接的低速开启呢你所转弯的那个方向。你打左边呢，它是亮左边；好，打右边呢，它是亮右边。这个部分呢算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也能够允许你呢在低速的状况之下呢，慢慢的往前移动的时候呢，它不会关闭。至于 MG4 EV 旗舰版中间这个 10.25 寸的数位多媒体萤幕到底好不好用呢？首先，它跟 X Power 一样的分为了四大部分，包含了空调、音源，还有充电放电。再来呢，就是它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呢都必须要是接线的，它并没有无线的设计，这个比较可惜一点。但还好是它的空调除了这个地方可以控制之外呢，下滑选单可以控制，旁边这里呢还有主要的开关，算是蛮方便的。但是呢，它的几个部分呢，必须要进选单里面去选的，比较麻烦一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常会关闭的 Auto Hold 功能呢，你必须要进到了这个车辆选单里面去的这个地方，自动驻车把它关闭之后呢，它才没有 Auto Hold 的功能。另外一个是呢，单踏板开车的方式呢，它也必须要进到了这个车辆的驾驶功能里面去了，开启这个单踏板的驾驶模式。但是呢，它方向盘上面呢，可以呢自定两个星号的按键了，像我把它设定成为呢，一个是驾驶模式的切换，另外一个呢是呢动能回收的切换，因为呢它也没有呢动能回收的拨片，但是方向盘这两个空白键可以自行设定，还算是蛮方便的。首先现在试一下它的单踏板的驾驶模式吧。接下来呢起步，你会觉得呢它的单踏板的驾驶模式呢，现在呢放开电门，其实它单踏板呢刹车的感觉呢，并不像一般呢你开的日系或是欧系或是韩系电动车呢单踏板那种刹车的感觉那么样的极端，那么样的剧烈。但是它能够让你呢把车刹下来，但是呢，当你呢要停红灯之前呢，你如果开启它的单踏板的驾驶模式的话呢，你必须要预判稍微远一点点的距离的，它才能够呢完全的让你刚好在红绿灯之前呢不用踩刹车，完全靠这个单踏板的驾驶模式呢把车给停下来。而它的滑行距离到底多长呢？现在呢时速呢50公里，放开它的油门，你看哦，它要整个停到了红绿灯之前呢。它的刹车的那种刹车感觉，比起一般的那一种车呢，来得稍微远一点。但是呢，它能够让你整台车 hold 住。你看现在我没有踩刹车，也没有踩电门，它能够直接让你的完全的停住。结合它的 auto hold， 结合它的单踏板模式，也就是说呢，它的单踏板模式是能够让你完全停车刹到零，而且不用去踩刹车踏板，它能够把车给停住，这部分蛮好用的。接下来感受一下 MG4 EV 旗舰版的高速公路上面的巡航起来的感受。而它最好用的是方向盘的左边这里，好 IC
CN 一键启闭的智慧的车道辅助系统，这颗一按下去之后呢，它就直接完成了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而且呢，它的跟车不因为它是电动车呢，有种狂冲猛冲的感觉，而且它车道线也对得非常非常的准，而且旁边这里这个拨杆有点像是电动玩具以前那种拨杆的感觉，上下呢是设定车速，左右呢则是设定的车距，它的中间的七寸的仪表板里面呢，则是有虚拟实境的功能，哦，其中包含呢自己的 MG4 在跑嘛，旁边这个蓝色线呢，它则是车道线，而且虚拟实境呢是包含的旁边大货车、大卡车或是轿车呢，它都会出现在旁边这里。但如果说呢能够把这个跟车的动画呢设定在正中央的话，当你开启 Level 2半自动驾驶 MG Pilot 2.0 的时候呢，这两个地方的动画能够互换的话，那就更棒。所以呢 ，MG4 的 EV 旗舰版呢，它的动力操控的感受部分，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它的马力的部分了，它是后轮驱动，只有一个单马达呢，永磁马达在后头而已，因此它开起来的感觉呢，其实呢跟 X Power 感受有点不太一样。其实最大的感受，除了说它的马力是204匹，扭力呢是 25.5 公斤米之外呢，我觉得它前后的配重给我的感受比较明显呢。当你这样子全油门出弯，那电动车力道一定是够的。踩刹车进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点头状况并不严重，而且呢，你要把重心转移到前轮，刹车进弯的感觉呢，跟一般的车子的感觉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呢，它那种后轮驱动，再加上呢后轮的配重呢比较重一点的感觉呢，开起来真的是蛮有趣的。但是呢，当你电门一踩，瞬间一起步的感觉，那电动车一开始全力冲的暴力感还是有的哦，不会因为说它只有204匹 25.5 公斤米的扭力呢，就觉得开起来要遇震乏力，它开起来有点像是那种 2.3 或是那种 2000cc 高增压那种欧系钢炮的起步感受，还是蛮有快感的，蛮不错的。至于呢，它的底盘部分呢，根据有一些已经交车车主觉得说它的避震器的阻尼呢有一点不够，所以要诉诸改装。但是朱哥呢，不管是开了 X Power 还是开了这个 EV 旗舰版，我个人觉得，就算 EV 旗舰版呢，它没有 X Power 那一种的前后加粗的防倾感，但我觉得过弯的时候的侧倾真的不严重。而且呢，它比起的 X Power 有个地方我更喜欢，就是它的车重。这台车呢 ，EV 旗舰版，它车重只有1672公斤，这台电动车里面呢，算是中量级甚至是雨量级的车重啊。所以呢，当你开起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好像在开那种欧系的那种大型 SUV 的车重的感觉而已。而且呢，当你这样子全油门，然后踩刹车，你要进入一个弯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那种横向侧面的那种惯性的那种质量的感觉并不明显啊，它过弯起来呢。还是蛮棒的哦，但是也因为呢它是后轮驱动了，所以它并没有 X Power 上面的那个智慧四驱的驱动，尤其的少一个东西更是比较差别大一点，就是呢它的 XDS， 也就是呢主动扭力分配的感觉，其实呢它就没有那种 X Power 呢整台车呢透过电控的底盘呢把你车推出弯道的感觉。如果说这个 MG Phone 呢，不管是 X Power 里面的那个橘色的卡钳罩，它只是一个罩子，或是呢像这台呢 EV 旗舰版的，它没有罩子，而是一个完全遮盖住的铝圈盖。我会建议你 MG4 如果你入手之后呢，直接呢就改造成为了多活塞的卡钳，相信呢能够让你更有信心去操驾，去释放这台 MG4 它非常不错的动力。在这里想告诉大家，这不是药，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90天青春有感计划拥有弹性美肌，超级 easy， 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搜索中天车厂家，或者输入 @CTICAR， 就是 CTICAR，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